我的天哪、啊！然后他是哇，帅。他真的很帅，那个帽子我就戴上去以后，我觉得没有人可以戴出那个味道来。很帅，因为鹿晗老师给人的感受是暖暖的，一个特别 peace 佛系的一个人，但是我们玩的就是一种反差，把它做成很酷的人，很高级，舞蹈动作还有包括情节，还有一些很多巧妙的设计，就每个部分占有的东西，我觉得是刚好合适的，观众看起来更加开心吧，我觉得惊喜会多一点。我觉得挺好的，我觉得比彩排还好。包括我自己个人状态也好，情绪也好，我都觉得最好的。我觉得非常满意，我非常喜欢。